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森。大家好，我是凯文。好，今天我们要来开箱莱尔富的福袋。耶，这里有14包哟。对，我们总共跑了三家莱尔富。如果你去你家附近的莱尔富买不到的话，那应该是被我们买光了。好问题，我跟你说，三奖有10万块的奖金，对，10万块，大奖钻戒，赚大奖，大奖憋到一台，直接来开箱，打开，烫味鲜一包，冷泡茶，日式串烧休闲玩具包，还有暖暖包，巧克力一条，咦，这是什么呀？那个是抽奖券。也是最重要的，你是这些福袋是不会中的。中大奖，中大奖！哈哈，不写，不奖，不奖！什么广福号系列商品8折，傻眼！没关系，我们还有13包。好，又是一样的东西。日式串烧玩具、冷泡茶、巧克力。再来再来，来，一起开。恭喜你普奖，广福号，对，一样两个普奖一模一样的，烂死了，再来。可乐果，卡迪娜。哇，茉莉茶园，我们的生友糖果，还有暖暖包，耶！恭喜你普奖，开前辈美式咖啡，两个普奖美式咖啡，不是我干东西啦。来看我最后一张，又是鼓奖，根本是骗人的。跟大家讲，经过我们实测之后，14包，没有一个什么小奖什么之类的，全部都是鼓奖，要加购的或加价买的或特价的，好不好？这就跟我们说，福袋的话，这种的话，福袋有没买没希望，有买更失望。过年家人团聚，就是大家一起吃饼干，哎，饮料有没有？喝冷泡茶，绿茶很好喝哦。骗钱啊，买这些那边骗钱。没关系啦，那奖在等着，再去买吧。结论就是骗笑哎。大家呢？我们来吃哦。好，谢谢大家。